的脖子后是比较平坦的，不会形成突出包块，但若摸起来像是骨头突出一样硬硬的，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锥包，也叫富贵包。那大锥包应该如何消除呢？不妨试试下面这两个小动作。一、指推下巴，靠墙站立，头部微微前倾，用食指轻轻推下巴，使头部后移。注意头部后移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推的幅度无需太大，自我感觉耳朵能与肩关节垂直即可。进行10至15次，一天3至4组，坚持做就能打通颈椎淤堵，消除富贵包，矫正驼背姿态，还能提升肩胛骨的稳定性。二、敲击大椎，正坐低头时，颈后最高点会摸到两个椎骨，二者之间的凹陷处即为大椎穴。双脚与肩同宽站立，双手在体前相扣，从头顶经过，拍打在大椎穴的位置，重复30至50下。大椎气血不畅通，就会堵塞全身7条经络，从而出现大椎包、颈椎病、肩周炎等症。这个动作坚持做，就能打通淤堵的经脉，还能起到瘦双臂的作用。好了，本老话说，背薄一寸，命长10年，背厚一分，人老3岁。这是因为我们背部分布着诸多经络和穴位，一旦背部堆积过多脂肪，就会经络受阻，气血不通，压迫5脏6腑，整个人也会显胖失筋。那如何才能养出美背，瘦出健康呢？不妨试试下面两个小动作。一、胸椎伸展，食指交叉，双臂向前推出伸直，举过头顶，向后轻轻摆动，尽自己所能做最大程度的拉伸，保持1分钟后复原。接下来食指交叉，掌心用力向下推，肩胛夹紧，头部上扬，保持1分钟即可，重复10次左右。这个动作能伸拉整个背部的经络，稳定肩胛骨和腰椎，减少肩关节、颈椎以及腰椎的损伤风险。二、肩胛骨运动，双脚与肩同宽站立，双手交叉置于头颈位置，然后从后往前，以绕圈的方式转动肩关节，使肩胛骨充分的活动起来，重复30次左右。这个动作能充分的感到肩胛骨的收缩，帮助肩胛骨回归正确的位置，改善含胸驼背的不良姿态，同时也避免了背部脂肪的累积。好了，人一到了老年，最怕的疾病就是老年痴呆，不仅自己遭罪，也连带着家人一起受苦。那如何才能有效防治老年痴呆呢？不妨试试下面这3个小动作。一、旋转拇指，伸出拇指做360度旋转，让拇指的指尖尽量画圆形，顺逆时针各转2至3分钟。手是日常健脑的最好活动部位，可以大大降低脑部衰老，减少痴呆症、脑梗塞和中风的发生概率。二、健脑按摩，两手呈爪状，从前发际线起一直向后梳理，做梳头动作2分钟左右即可。梳头时指腹可轻轻按压头皮，能有效促进大脑皮层的血液循环，延缓大脑衰老，远离老年痴呆。三、金鸡独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抬起一只脚置于另条腿的大腿内侧，单腿站立30秒到1分钟，然后换腿进行，经常练习便可防止脑部衰老、退化、萎缩，预防老年痴呆。除了常做上面3个动作外，平时也要保持良好的睡眠，每天7个小时最好，多多参加集体活动，和他人交谈，最好是戒烟忌酒，保持大脑机能正常工作。好了，气血不足，身体就会疾病不断。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气血水平高低呢？可以看看身体这3处。一、头发，气血对毛发具有润泽的作用，气血足则头发乌黑浓密柔顺，气血不足则头发干枯脱发，发黄早白，油开叉。二、眼睛，如果眼睛清澈明亮，神采奕奕的话，那气血是充足的。如果有眼睛干涩、眼皮重、眼白黄、眼袋大等现象，就说明气血是不足的。三、嘴唇，气血充足的人，嘴唇应该是红润、饱满、干湿适度的。若是经常出现唇色淡白或发黑、死皮多、唇纹深等现象，就要留心是不是气血不足了。最后教大家一个养气养血的食疗，四物汤，取熟地15克，当归15克，白芍10克，川芎8克，清洗干净放入砂锅里，大火煮开，中火熬煮20至30分钟，可加入红糖、红枣、冰糖等调味，再小火煮5分钟熄火，温热服用。熟地可以滋阴养血，当归可以补血调经养肝，
白芍能养血补血，川芎能行气活血，从而让人体的气血更为顺畅。四物汤虽气血双补，但热性体质容易上火、长痘痘、肠胃不好的朋友不适合喝。好了，很多老年人因为膝关节疼痛，矫健的身姿不复存在，有的甚至连简单的下蹲起立十分艰难。其实只要在40岁以后常做下面这两个小动作，就能有效保护膝关节，延缓衰老。一、直抬腿，仰卧平躺在床上，双腿屈曲，先用最大力量把左腿伸直，之后抬起腿，大概抬到脚后跟离床面15厘米左右的高度，注意一定要膝关节伸直，坚持5秒左右，缓慢下落，重复15至20次，再换另外一条腿，坚持练习，对加强膝关节的抗负荷能力很有帮助，膝关节疼痛及肿胀也会慢慢减轻。二、静蹲，靠墙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正向前，不要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把体重平均分配在两条腿上，双腿逐渐下蹲，最好能蹲到90度，坚持2至3分钟左右，休息30秒，一共10分钟即可，每天这样做就能保养膝关节，上下楼没劲儿，髌骨老化、膝关节炎症、骨刺等现象也都会好起来。好了，喉癌是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以鳞状细胞癌多见，除了个人易感染的体质外，下面这三种也是最常见的原因。一、吸烟，烟草燃烧后的烟雾中含有一种多环芳香烃的物质，本身不致癌，但进入人体后可激活为致癌物，不仅是吸烟者本身，长期吸二手烟的人危害也很大。二、过度饮酒，尤其是长期大量饮用烈性酒，会损伤黏膜上皮，使身体缺乏核黄素，体内免疫蛋白的合成受到阻碍，从而出现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症状，这些都会加速癌变。三、环境因素，比如大气污染、工厂制造产生的粉尘、汽车尾气等，都会产生一些有毒物，如铬、砷等，这些都和喉癌密切相关。想要保护好我们的喉咙，除了戒烟戒酒外，平时还可多喝一款茶，橄榄梅茶，取咸橄榄5个，鲜竹叶5克，乌梅2个，绿茶5克，一起用水煎煮，最后加入白糖调味即可，每天2次，每次1杯，有很好的清肺解毒、利咽润喉功效，对喉癌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但此茶酸甘，脾虚湿困者慎用。好了，想要老人不糊涂，小孩记忆力好，不妨多吃下面这三种食物，活化脑细胞，让记忆力越来越好。一、鱼肉，鱼肉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1、卵磷脂等，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延缓脑力衰退，老人小孩都不妨经常吃一点，最好选择清蒸的方式。二、菠萝，菠萝含有很多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锰，而且热量少，常吃有生津提神的作用，有人称它是能够提高记忆力的水果，但每次食用不宜过多，菠萝的1/5即可。三、小米，小米不需要精制，它保留的无机盐和维生素是大米的几倍，而且小米中的色氨酸含量是谷类之首，有很好的防止衰老、增长记忆力、调节睡眠的作用。小米中还含有丰富的铁，经常吃一点小米粥，有很好的健脑补血作用。想要提高记忆力，还可多做下面这两件事。一、多听音乐，多听一些舒缓神经的音乐，能有效消除人的紧张感和疲惫感，让大脑处在轻松的状况下，从而增强记忆力。二、多背诵，每天多看会儿书，同时在休息的时候适当背诵一些成语佳句、英语单词等，每天坚持10至20分钟，就能增进记忆力。好了，很多朋友都认为减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只要每天坚持5分钟，甩一甩双手，就可以甩走身上多余的肥肉，达到瘦身减肥的目的。一、左右甩，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左手向右甩，拍打到右侧带脉穴区域，同时右手向左甩，从身后拍打到左侧带脉穴的大约位置，然后再换方向，重复拍打50次左右。这个左右甩手的动作带动了全身肌肉运动，促进身体血液循环，打通了整个经络，人自然而然的就瘦了。二、弯腰甩，
两脚分开站立，上半身前倾，双臂自然下垂，在体前做左右摆动的交叉甩手运动，幅度逐渐加大，连续做20至30次。刚开始练习时，甩动的角度可以小一点，久练后甩手的频率和幅度可自行加大。这个动作牵连着颈、肩、胸、后背都在运动，可以打通经络气血，活动上半身的肌肉，起到排毒排湿气的功效。减肥不是一件可以急于求成的事情，只要每天坚持甩手5分钟，长时间下来，你就会发现不仅肚子、胳膊都瘦了，气色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好了，体内尿酸浓度超标了，身体就会受到关节肿大、肾功能下降、出现痛风时这三大信号。为了避免尿酸继续飙升，下面这三种食物就要少吃了。一、少吃海鲜。大家都知道预防痛风就要少吃海鲜，但海鲜种类繁多，含有的嘌呤量也是有多有少，如单体动物像海参和海蜇嘌呤含量很少，尿酸高的朋友可以适量吃。而贝壳类海鲜大多嘌呤较高且细菌较多，就不能贪嘴了。二、少吃牛羊肉。牛羊肉属于红肉，同时也是高嘌呤食物，还比较难消化，热量高，含有丰富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增加了痛风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如果真的喜欢吃，一个月也最多2次，吃之前最好用水先焯一下，去除大部分尿酸。三、少吃动物内脏，比如动物的肾、肝、心等内脏都属于高嘌呤食物，经常食用不仅容易使人肥胖，还会加重高尿酸症，一定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还有用这些肉类、禽类熬成的浓汤也尽量不要喝。尿酸高的朋友不妨多喝些蔬菜汤，如清淡的冬瓜汤就有很好的利尿消肿、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建议带皮一起煮，效果最佳。好了，女性不想皱纹横生，显老十岁，不妨尝试下面这三种食物，可有效补气养血，淡化皱纹，延缓衰老。一、葡萄干。葡萄干经过脱水后，含有的花青素、维生素 C、铁元素等营养物质是同等质量葡萄的几倍，所以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补血养颜等效果也更强。它含有的酒石酸和膳食纤维还能有效促进肠胃消化，吸附肠道毒素，帮助身体排毒养颜，每天吃一小把即可，也可用来泡水喝。二、花生。花生所含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可以预防皱纹、斑点、细纹出现，而且还含有抗氧化成分白藜芦醇，有益人体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保持皮肤水分，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建议每天坚持空腹吃5粒花生。三、鸡骨。很多朋友在吃鸡、鱼的时候不爱吃皮或是软骨，但却不知道它们所含的硫酸软骨素是构成皮肤真皮弹性纤维最重要的物质，建议将吃剩的鸡骨头洗净，和鸡皮放在一起煲汤，不仅营养丰富，常喝可以补充胶原蛋白，保持皮肤弹性，防止皱纹生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上西瓜视频关注健康心经，更多养生小视频在这里等着你哦。上西瓜视频关注养生栏目，我们是今日头条健康心经，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吧。